早，早，噔噔噔噔，一、二、三、四、五、六、七。赵小乔，女人说，超美的天，看到妈妈，到处都是海鸥、火山、欧洲的街道，我爱的女儿。好漂亮的咖啡厅，对吗？哇，连这个柜子都好漂亮啊！这个是拿破里很有名，就在皇宫旁边的咖啡厅，1930年就有了。他很贴心，他所有的 menu 呢都有图。点了一杯 cappuccino， 服务员帮我介绍的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哇，有橘子的感觉，蛮厉害的，中间很湿润，跟我们平常吃到的蛋糕有点不一样。cappuccino， 意大利的咖啡就是好喝，浓醇但是是顺的，不是那么深焙那么苦，也不像浅焙会有酸味，而且它是可以买杯子跟盘子回去的。像我点这一杯咖啡啊，是6块欧元，蛋糕也差不多是可能7-8块，我们都觉得这个价钱配上这个装潢还有服务 CP 值很高。来拿破里的话，我觉得这边呢真的是很值得来。那么巧 ，Hello， 宝宝，我们来到了庞贝，庞贝的票好，给你拿。哦，好壮观哦！哇，在庞贝都是大石头哎，我们的婴儿推车走得动吗？有，金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走庞贝，猛男保镖。哎呀，哎呀，哎呀，妈妈好嘞。庞贝级的，我是威火山。大家看，我在一个好大的广场，游客非常非常的多。那是鸽子。哇，猫咪耶，爸爸，猫咪。哎，它在庞贝好自在哦，好有趣哦。在庞贝也要跳舞的小宝，庞贝古城的猫咪又一只来了，很有趣。我们今天在庞贝古城里面看到的黑猫，看到的白鸽。妈妈以前好多人住在这边哦，我们家宝宝好喜欢这个地方。庞贝古城有一个魅力，让人家觉得震撼，又觉得很 peace， 很平静。他们的生活一瞬间就没有，但是还没有留下那么棒的东西。猫咪，他跟你说拜拜，他也会爬爬。你要去追猫咪是不是？嗯，抓，抓。看到这种鸡，然后又生长了好多好漂亮的植物，随风飘荡，会让我想到宫崎骏的电影。他一心只想找的猫，爸爸，你一个人坐在那边好玩吗？我们今天呢要去圣埃莫堡，我们现在这边坐缆车上去哦。那不勒斯看景色跟看夜景最棒的地方。好。哦 ，Thank you。意大利这边对孩子真的很好，大家都会特别礼让。我觉得来欧洲玩是这样子，你可以一早就跟酒店先拿一点面包。有时候旅行他饿的时间，我们找不到餐厅，宝宝就是放过面包吃到饱。现在我们就上山了，算是在山上的区域。啊，这里的枫树好漂亮哦，刚好教堂的钟也响了。这个是那不勒斯的 Vomero 区，富人区。这里很干净，就比较新的感觉，好像好安静啊，跟在山下不一样。爸爸，我们已经到山顶了哟。好漂亮呀！怎么是这样？
果，然后有好多游客，后面就是圣埃默堡，然后这广场很大，也有街头艺人，大家都好享受。耶，那不勒斯，你太美了。Ah, che bello caffè, pur in carcere se lo fa. La ricetta di cicciorinello con magna di cielo c'era da mamma. Ah, tu mi hai venuto mangiava più. Chilo n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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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ra con macchè. Ciao. 我睡着了。我认识的一个河北的朋友，就是现在帮我长进的。Hello， 白花儿，就是他。他之前在这个山上住过，所以带我们来看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景。如果你觉得那不勒斯真的是非常热闹，想要有一点安静，可以来到往圣埃默堡的山上，然后有很多的小巷弄，很多的住宅，也有一点小商店，就是蛮居住的感觉。我觉得圣埃默堡是值得来的。你加油啊！以后你在这边买个房，以后姐来那不勒斯都在这边找你。行吧，加油，没问题，我努力。而且他还在帮我推宝宝，加油 Go。 这边很难推。白老师原本是念油画的，他是美术学院硕士生，很特别的缘分认识他，就特别照顾安排了来这边。真好，我觉得旅行就是这样，很多东西不用特别设计或限制，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认识很多不同的朋友。早安，你睡得好吗？非常顺滑，对，它今天是羽毛菲菲剪，真的欧洲的饭店还是有点宫廷风，连电梯都有这个，真的很像电影里面看到的，好好看哦。走，以后我们在欧洲买一个庄园好不好？你先吃早餐吧。我简单的拿了一些，这个呢好像一个派，吃的时候才发现是 cheese， 是有烤过的，超棒的。我们点了 halate， 结果他给我这样一人份，纯香很顺，另外还给我奶，他就给我这样一组，一水牛 cheese， 好好吃哦。好，干杯。 Yes。 带来很多牛奶哦，像披萨的小饼，好神奇哦！它的番茄的味道跟台湾也是很不一样哎。欧洲就会有很多的 cheese， 很多的面包，所以它就有 butter 啊，有各种的果酱，糕点类也非常多。而且你看超漂亮的，看我后面，然后外面有海景。正觉得我一定穿个大圆裙来吃。嗨，今天风超大的，巨人喷泉的旁边有一个 Hotel Excelsior， 听说这是百年旅馆。一进来的大厅，好古典哦。这应该是他们吃早餐的地方，这每一个都是超级大条狗，这边就跟我们那边很不一样哎。Surprise！ 嗨！哇，这个房间很不错哎，很可爱的贝。我景美的学姐，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她超漂亮，超像中海妹的。2002年就来意大利，然后她现在是住在米兰。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实践，我大一的时候她大二，然后当她的 model。想不到我们20年后在这边见面，这次也很可爱。我问说，如果要拍 vlog OK 吗？就他们两个小的说，耶 ，OK。你会在 YouTube 上看到自己 ，OK？ 可以吗？可以。可以。欢迎来到我的超小床女人说 vlog， 请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Beatrice， 我9岁，他是我弟弟，我是 Alessandro， 7岁，快8岁。我叫 Carissa。Carissa， 你们眼睛都太大了啦，好羡慕哦。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好吃的意思，然后手要这样，这是什么 ？Bruno， 我讲的对吗？没有。不对，打招呼要讲什么 ？Ciao， 是 Ciao 吗 ？Bonjour， 早上好 ，Buonasera， 是那个。这几年在意大利这个，奇怪了，到哪里去了呀？啊，出来了！你们谢谢贝亚姐姐帮你穿鞋子。耶、yeah, ，穿好了。混血其实中文像不可以了。耶、yeah, ，在这边有好多 gelato 的店，意大利的冰淇淋。阿里跟贝亚已经在跟宝宝 share 了。啊，你还要啊？哥哥喂你吃开心果，试试看。他呢？
好吃。我点的这个就是阿玛菲的柠檬，它上面的这个的饼吃起来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柠檬蛋糕上面那一层。哦，超好吃的，我觉得柠檬都太厉害了。耶、我们来逛街喽。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牌子，一岁生日的时候给他穿的 Mona Lisa。 爸爸鞋子是吗？哦，姐姐喜欢这个，这也很好看耶，草莓的哦，很适合你耶，姐姐帮你戴。 Yes， 哇哦，好可爱。这边是很像信义富人区，这房子都很好看，然后到处都有广场，拿坡里的名店街 LV Prada， 旁边是 Gucci。 谢谢你们都一直在帮我照顾妹妹。1902就在这边了，果汁店，好大的石榴耶、好大的柠檬哦。刚刚吃的是辣豆，就是这个的口味，柠檬汁先来。好酸，但是香味很特别，真的酸。哦，石榴汁的 fresh 的好好喝哎。我觉得哇，我有两个小帮手真好。哎，我现在走到了这一条几乎都是餐厅，那有一家就是我在网路上找的，这边最老牌的披萨店，可是没有位置。哇，超级超级热闹，都是人满满的。然后这边就是会有非常有名的足球员，一路往上。我们是选的一家随便进来的餐厅，拿破里就是比较狂野的城市，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家宝宝也用狂野的吃法。姑姑跟你沾 ，OK， 试试看，好吃吗？橄榄油。哦，喜欢是吗 ？OK， 哇，你变成欧洲人了，哇哦！巴萨米克醋可以吗？酸酸的 OK 吗？啊，姐姐最棒了，姐姐一直抱着，谢谢你，好可爱。好吃吗？你们咬咬咬，你根本就在吃醋好吗？根本。耶、玛格丽特披萨的故乡，来这边一定要吃这个，它是很食人的，太好吃了。这个饼饼不是我们台湾是那种薄脆，是很 Q， 韧性很好，然后番茄那个香气真的太棒了。要来拿坡里吃一次披萨，才能说你真的吃过玛格丽特披萨。哇哦，这个好好吃，好吃吗？新鲜的蛋菜、海鲜，哇！然后这个呢，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在边口就是加橄榄油跟 cheese 粉，然后的白面，对，拌一拌，然后干净。你看我们家的小孩在那里。哎呦，真的很新鲜的，而且我家酸醋调的很好。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哎呦，抓了呢！明明是海鲜。他已经会自己这样吃了，真的好可爱、啊、在台湾还不会。 Yes， 哇，咬，哇，一整个啊，可以吗？太大，带小孩在国外旅行，只要小孩愿意吃东西，妈妈、哦、真的妈妈就做，真的咬壳。我的 babysitter， 耶、yeah!这个呢是刚刚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东西，菊姐说很好喝的啤酒。这个呢是贝亚喜欢的茶，贝亚选的是这个 peach 跟 rose， 然后我买了一个柠檬跟柠檬草的。那欧洲的牛奶太便宜了，这样一大罐呢差不多60块台币。这两个呢是我学姐买给我的，生培尼诺这个味道是这边才有的，柠檬 soda 学姐送宝宝的，他会从小就吃这个大麦的饼干。贝亚，你帮宝宝挑了一个什么？一个 plum cake， 有 yogurt， 是比较软软的蛋糕，所以这个是宝宝也可以吃的哟。对，今天真的很开心有你们一直照顾宝宝，爸爸有没有说谢谢？谢谢。希望你们可以来台湾玩，我们也好想要去米兰玩，可以吗？可以啊。可以住你们家吗？一定的啊，一定的啊。
Big hug, yeah, so cute, so cute. 这边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他 ciao, arrivederci。这太难了，你讲慢一点。Arrivederci, arrivederci。我今天真的很谢谢你们呢，好开心哦。一个周末很快就这样过去了，跟大家说拜拜，爸爸，拜拜。我们的乔子，明天再见了 ，ciao。Ciao, ciao。Ciao, cia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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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